骨。小唐三，这是你母亲留给你蓝银王右腿魂骨。什么？母亲留给我的？好了，看见你短短时间成长到现在这样，爸爸很开心。小子，虽然不知道为何你的实力这么强，不过以后我家唐三就麻烦你了。没问题，唐昊叔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吧。尹哥，为何我父亲老是神神秘秘的？小唐三，你还小，以后便知道了。那尹哥，你知不知道这块魂骨的年份？什么？竟然是蓝银王右腿魂骨！小子，把你那魂骨交出来，今日我们龙之一族放你们一命。抢东西抢到我头上，怕不是活腻了。哼，小子倒是有点实力，不过你们这块魂骨我们龙之一族还是要定的，众长老一起开龙魔神眼。小唐三，你速去吸收了这蓝银皇右腿魂骨，这里交给我。尹哥，你小心。哪里逃？你们的对手是我。狂妄的小子，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龙族的实力。